再深的主宰之下，万物都因着神的权柄而生而灭，也为着神的经营而生而灭。有些东西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人类看不到它的源头，也掌握不了它的规律，更不明白它来与去的理由。在万物中发生的一切，虽然人都能亲眼目睹，亲眼目睹，亲自耳闻，或者亲身体验，但对于万物中发生的事物，背后造物主的心意，造物主的心意，造物主的意念，人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着人类远离造物主，人类不接受造物主的权柄主宰着万物这一世事，所以人类永远不能理解与明白造物主权柄主宰之下发生的一切。神的掌管，神的主宰，超过人的想象，超过人的知识范围，超过人的知识范围，也超出了人的科学所能达到的，都是受造人类的能力无法达到的。有的人会说，你没有看见神的主宰，你为什么能相信这一切是因着神的权柄呢？看见未必能相信，看见未必能承认与认识，看见未必能相信，看见未必能承认与认识。相信是因着人对事物的根源与真相的认知与体验的程度与深度而产生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但你还不能承认，更看不见神主宰掌管万有的这一事实，那在你心里就永远不会承认神有这样的权柄，就永远不会承认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就永远也不能真正的接纳造物主做你的主，做你的神，做你的主，做你的神。